本色。马华62岁，退休金3500元，离异，住房面积100多平米。本色。啊，你上次是染的呀？染的呀。哦，我不染都黑，你看这边你仔细看都黑了。嗯，你这是不是因为没对象愁的一夜之间白着头？对，关键你这红娘没当好啊。咋的呢？你这当好，你主动帮我多找两个，相好了不就妥了？你头就黑了。四个月后再见马大哥，除了头发变白了以外呀、啊，其他还是一如既往的精神啊。马大哥说，之前是为了上节目特意染的头发，如今啊也没有找到老伴儿，也没心情再染了。听红娘说，好多大姐都相中他呀。马大哥忽然有点喜出望外。自从你节目播出之后，相中你的大姐没有100也有50。哎呀，哎呀，有那些人吓死我了。真的，就是好多人都相中你了。吓死宝宝了，吓死宝宝了，那么的啊，那个。大哥太有了、哎。你说这一个人往这屋一蹲，跟他分窟窿似的，是不是？上次也没给你介绍成，这回我从了就是相中你的这些大姐当中啊，挑出来比较优质的，然后让你见一见，看看你觉得啊能不能成功啊、嗯？好。马大哥用一个人在家像蹲坟窟窿似的来形容自己现在的孤单，而此时距离马大哥家直线距离不到1公里的吴平吴大姐也同样感受着一个人的孤单。最重要的是啊，看完马大哥的节目后，对马大哥十分中意，想要为爱勇敢一次。好久没爬过七楼了啊！辛苦了，二位。哎呀，姐姐，哎呀，姐姐，啊，真漂亮啊！哎呀。真漂亮，不行，老了。吴平61岁，退休金2200元，丧偶，住房面积70多平米。大姐，你多大年纪？59，61周岁。但是好年轻啊！也不行。你看你这个皮肤保养的，天天贴面膜，一天一张。是吗？快走。这个习惯都保持多长时间了？得有10多年了吧，15、16年了。一天敷一张。嗯。见到吴大姐，红娘第一印象啊就是年轻，61岁的她呀看起来跟51岁差不多。吴大姐说，这都是因为自己爱保养，每天敷一张面膜。你别说，爱保养这点倒是跟马大哥挺像的。吴大姐还说，从年轻时啊自己就爱保养爱美。35、6岁吧，那时候老公活的时候条件挺好的，然后总上美容院，后期他没了就得计算点经济成本，完了就开始贴面膜，一直到现在。看来老公那时候挺宠你啊。嗯，还行。那老公是癌症05年确诊的直肠癌，然后后期结肠做一次，然后转移到骨头上了，维持12年没了，07年没了。孩子还小不点，那时候上高中，刚上高一。老大那时候参加工作就已经结婚了，那个时候。啊。嗯。然后这些年连滚带爬的就一直忙活孩子了。07年老公因结肠癌去世后，照顾两个孩子照顾家庭的重担就都落在了吴大姐一个人的肩上。我铁路退休的、退休金开2157、因为我生我家老二的时候，他是90年生的，那时候计划生育比较紧、然后就为了生他，那人肯定是没有指标啊。就为了生他，我就办天线留职，我就不上班了，卖过服装，开过饭店，也做过快餐店，还开过出租车，还开过出租车呢你啊，我想象不到啊。后期就是偶然的一次机会，然后就上平安了，一干就到现在。在平安创这些财富全都供孩子了，就业完了，然后又成家，这孩子都忙活大了，我也老了。那你现在加退休金加上在平安的这份工作，每年能赚多少钱？不少吧？在平安一年基本上5万块钱。5万块钱，然后你的退休金呢？每年退休没多钱，才2万，就算2万4吧。那这就得是7万4呢。吴大姐可谓是女强人类型啊，不仅年轻时干过很多行业，把两个孩子都拉扯大，成家立业了，即使现在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，拿到退休金的情况下呀，还在做着保险行业。吴大姐说，其实丈夫去世这些年啊，她忙着挣钱，忙着两个孩子啊，还挺充实的，直到不久前一次生病才让她感觉到了孤单。就是这个右耳朵突然间的就是耳鸣，然后耳朵胀，
完一检查这个耳朵听力就下降65%，走道就跑偏了，你想进厨房崩一下就要撞墙那感觉。完了说你住院吧，因为那屋四张床嘛，人那三个都是老公黑天白天陪着，就我真的就躺在病床上那一刻，真的那种孤独和无助就是正常人挺难忍受的。真的，你看人家对面仨都有老公，是啊，黑天白天24小时陪着啊，就我自己。所以瞬间就觉得受不了。尽管孩子们都挺孝顺的，但是为了不耽误孩子们的工作，这次生病啊，吴大姐选择了一个人住院。当看到了对床都有老公陪伴，而自己却是孤零零一个人的时候，吴大姐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。吴大姐想，是时候该找个伴了。而恰巧此时她在电视上看到了马华马大哥的节目，然后一看他个头啊形象啊还可以，看他身材啥的还都挺好的，另外考虑我两家离得还很近，就这么回事儿。哦，那个大哥家在欧亚商都，就在内侧，要是走着走的话也就是7-8分钟。看到马大哥的节目后，吴大姐对马大哥很有好感，吴大姐决定为爱勇敢一次。于是当天下午，我们就带着马大哥来到了吴大姐的家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来来来，进吧，大哥，来进吧，进吧，进吧，换鞋，太高了，这么高，进来吧，是个高还是楼高？楼高，我给你俩介绍一下，这叫吴平吴大姐。啊，你好，没啥区别，除了头发颜色以外，头发没染，说实话，我染染就几分钟就搞定，有啥必要啊？把真实自己给人展现展现，看看你怎么样，是不是你真实的面目？我染，你说小伙了，变成完了又小10岁，满脸沧桑，一装那啥？没有，那要沧桑，那玻尿酸不白抹了吗？我那就无所谓，我不是像人是天天抹。还行，在男人当中，这就算精华了吗？哎呀，喝多也吐，骑摩托也上树，是不是？男的100个里也挑出来一个，就是保养不了了，这已经都完了。但是姐姐真这玩意儿没有纹儿哈，没有，你总保养好啊。嗯，没有做，没心没肺。那你说我俩差一岁能唱上差一岁吗？这边大叔级，你人那边是不是？可别那啥了，太夸张了，是吧？感觉电视里那个比他本人要年轻个几岁。见了之后觉得稍稍有点老。还行，那同龄人男的60多岁了，那能啥呀？这就算保养的不错了。长相行啊，人咋的呀？比我长得好，我这满脸褶子，你看人多年轻。见到真人后，吴大姐虽觉得马大哥因为没染头发略显比电视上老了一点，但也比同龄的男士要年轻，好感度依旧啊。而马大哥这边呢，对吴大姐的评价就是挺好的，长得呀比自己年轻。随后吴大姐主动向马大哥介绍起了自己的情况。我是铁路退休的，09年退的。铁路哪段呢？房产段。挺好。然后那个两个儿子都成家了。俩人挺衬的。我这些年自己带着孩子，给两个孩子成家，然后他们工作到这种程度，这是就他俩的工作，我这两个孩子都没上大学，能给他安排这样的工作。老大是公务员编，现在，所以说我也是很骄傲。不错，儿子在什么单位啊？大的在省人防局，小的在一汽。我俩儿子这财富啊，现在。完了，我爱人是病故的丧偶。05年就确诊直肠癌，然后2年以后又结肠癌，最后转移到骨癌，总共是12年这个病程。07年没的，07年2月份没的，然后这些年带着俩孩子，完了小不点是今年1月2号结的婚。你是俩儿子都得培养出去了，1月里面培养俩儿子，那个容易吗？再说还、不容易，在原来的丈夫还有病啊。12年病了啊！对，你咱就相当于一个女人照顾3个男人，这人咱挺佩服人家的。对于吴大姐一个人把俩孩子拉扯大，再帮俩孩子成家立业的事儿啊，马大哥听后直竖起大拇指，表示佩服。而接下来吴大姐说，现在自己还在继续做着保险行业时，这马大哥更是感叹：
女强人呢？反正因为那天我也挺担心的，我跟小菊说，我说你先跟那个马先生打下招呼，因为好多人就我们这代人，就咱们这个五九的那啥，人接受不了这个行业。完了，我说如果他要是能接受我这个工作，我就跟他俩见面，要是不接受那就不见。你说你的工作我不能反对，我不能说你因为我咱们见面以后把你工作辞了怎么地的，是不是？嗯，保险的工作其实挺好一个工作。我刚才听他说那两句话，就是说他能接受我的工作性质，这点我也挺开心的。最起码他不排斥我的工作性质。你要是说瞧不起我是一个做保险的，那一切都免谈。你想想，咋看出来呢？哎呀，说老哥看，那嘎嘎裂，我告诉你，这些人。之前吴大姐最担心的就是马大哥接受不了自己现在的工作性质，听马大哥说能接受，这吴大姐心里的一块石头算是放下了。随即俩人开始的生活习惯方面的交流。看这样好像能喝酒。能喝酒，能喝，一高兴一忙整一斤没事儿。大姐喜欢喝酒的人吗？不太喜欢喝酒的人，云三五道的喝完了，喝酒人是喝完了以后上来那个劲儿，就不是正常人的思维。现在一口都不喝，以前我喝，现在就是烟没戒掉。一天抽多少？一天咋的也得一盒半盒的。大姐也不喜欢抽烟了。肯定的，我就知道他不喜欢喝酒，他怎么喜欢抽烟呢？你说，我怕闻烟味儿。我也知道抽烟不好，但改不了。咱就说，我就这个就剩这么点喜好了，没有别的了。有些东西生活习惯你就得彼此想在一起你就得相互接受，你不能说按部就班走按你那个生活习惯强迫人别人接受。我们这个年龄段了，你要是想谁想改变谁那就是战争，你说我说的是不是？处处看看吧，这玩意儿有些东西不是说的你刚一见面你什么都达到你那啥，了解了解呗。我这人不是说的谁都行，我肯定也是要挑一挑的，所以说他各方面我觉得还可以。欣赏你在哪儿知道吧？第一，你的身高啥都够，也都是我希望的那个。第二，就是两个儿子，嗯，对不对？你能给培养出这么优秀，就是我觉得这个女人都非常很强的，自己工作还一摊。但是我说一条啊，说一条从我自己想，在我这嘎有什么理念呢？就是铁匠打铁自身硬。我总觉得我跟你俩在一起呢，就是不如你，自愧不如，是不是？那也不能那么强。不是，不是说那你看我要是如果说我这人也很强硬的，如果说我各方面条件我都那么优秀，那我就可以直接指望你来吧，就你了，我就敢说这个。但是咱确实毛病还有很多，对不对？有的是比我优秀的，就是你看着说身高，看着眼缘啥的，那只是外表。如果你要是觉得说的我方方面面或者怎么地，像你说的那样，因为这个事儿然后那个不想处，那也行，还是咱俩缘分没到，反正你随意。人说的非常在理，非常到位。我总考虑就是啥呢？照人家差点啥。因为啥我跟你在一起吧，我总觉得有无形的不舒服。真的不舒服。那行就是行，不行就不行。真的我跟你说的是，对，我就说啥呢，不得劲儿。回来的路上啊，马大哥跟我们的红娘说，吴大姐确实很优秀，不过他也看出来了，吴大姐是他驾驭不了的那种强势的女人，他呢还是喜欢相对娇小温柔居家的女人。而在喜欢马大哥的这些大姐当中啊，还真有这么一位，巧的是这位大姐也曾经上过我们的节目，而且大姐说了，自从在电视上看到马大哥之后啊，马大哥就会经常走进大姐的梦里。大姐等着急了吧？等不及。刘玉杰61岁，退休金2000元，丧偶，跟儿子儿媳同住。这楼底下有你养的流浪猫啥的吗？有，我喂饭的那地儿啊。在哪儿啊？就在这儿呢，就在那铁桶。有多少只猫啊？有七八只吧，就弄这么一个桶，然后它下雨还浇不到。
之前节目中刘大姐说啊，自己喂养过流浪猫的事儿。今天现场我们就看到了刘大姐喂养流浪猫的地方。猫粮，就是一买就是买一个五袋，能吃几个月，两三个月吧。那你一年你？然后到夏天我就不咋给粮了，就粮总放一些。嗯。但是那个平时吧，我就天天给它和饭了，比方馒头、大饼子、米饭，然后给它买点鸡肝啊。家里有什么好东西？那天我给它煮几鸡蛋，我说他们总吃不着鸡蛋啊。哎呀，敢照顾自己的孩子了。但他们不吃，你吃煎黄、嗯。那你一年就是基本上就是喂流浪猫得花多少钱呢？反正一次就是买100块钱的吧，猫粮能吃两个月吧。我喂了12年了。12，那算算这笔账，看啊，那个几千块钱吧，几千块钱，5-6块钱，5000。12年如一日的自费喂养着楼下的流浪猫，这足以看出刘大姐的善良啊。刘大姐说自己现在跟儿子儿媳一起住，上次录节目因为儿子儿媳都放假在家怕不方便，所以啊就没邀请红娘到家，这次儿子儿媳都上班去了，不怕不方便了。哎呀，我看看你的小家啊，好干净，怎么觉得什么都没有的感觉呢？就这么板着了呢？总这样啊、哦、必须得这样事儿的哦，真的到你家就特别静，不乱，是不是？对、嗯、我也不喜欢家里堆的好多好多好乱，那我就不行了，受不了。哎呦，我都不知道我有洁癖，是吗？太那啥了，就太完美，我都觉得很累。我这样，你怎么个洁癖法啊？就是什么都得板板正正、利利索索的。一进刘大姐家屋里，给人的感觉就是整洁干净。刘大姐说，从年轻时就有点小洁癖，干啥都得像模像样的。这是儿子屋了啊，这是儿子儿媳妇的屋。这个厨房也好干净。哎，厨房也干净，厨房必须干净。我的观点就是，厨房必须得亮，然后什么都亮，不能有一点油渍。哦，那你基本上做完菜之后就得擦。没，就是做完随手就擦，不沾。再看看姐姐这边，看啊，这边都是日常生活用的东西。啊、你看人家摆的哈、啊，就是虽然这个东西是一样的，但是到你这块摆的这样式的，就是一看就拿了。从厨房的灶台，再到放杂物的阳台，物品的摆放，能看出来刘大姐是家务能手啊。刘大姐说：“女人嘛，做家务那是分内之事，必须要做好。”我才看着姐姐，这还有百合花啊。啊，这是前天吧，前天儿媳妇买的，她是经常给我买花，就是家里差不多没了的时候，她就给你买，就喜欢百合，常年不断，常年这儿不断，你没看那墙都那啥呢，都蹭黄了。人说爱百合花的女人都是温柔体贴又有点内敛含蓄的女人，红娘多少感觉出来刘大姐具有这些个气质。姐姐平时的性格有一种小公主的感觉有没有？以前有，现在没了。啊，以前真是现在没人宠我了。也是以前你老公没少宠你、啊。他也是非常非常非常优秀的人，他就怎么说？为什么说我说我要再找的话，一般人进不了我的心。他是建工集团，开发公司的，也是一个副经理，长相、工作、这个办事能力。所以说我完了，家人都说别比了，找不着那样。啊，外边是啥？我那人就是上班，上班回家以后做饭，嗯、啊，做饭以后完了孩子接送上学什么的，嗯、然后收拾屋子。嗯，其他外边的事都不用你管。外边事什么都不管。在刘大姐的眼里，丈夫就是她的天，可有一天她的天却塌了。出了一宿，一直打着降压药。降得挺好，降到170，后半夜3点，早上6点他还跟我说话呢，问我几点了，我说咱再坚持2小时，8点以后医生上班了，咱们再赶紧系统的检查，点点头，7点钟，我都不知道就走了，我就在跟前，我都不知道他咽气了，最后他没有，就是心梗了，没有脑出血，心梗了，然后我就后悔到哪儿，我说这。难怪你有病吧，你脑血栓也行啊，啥都行，你给我几个月或者给我1年半载时间，我伺候你，然后给我伺候够了啊，你走了我也是我伺候到了，太时间太那啥了。
刘大姐遗憾老公没给她留下一句话，更遗憾老公没给她照顾的机会。可逝者已逝，活着的人还得继续生活呀。于是半年前，在孩子们的鼓励下，她就报名了原来不晚。可惜呀，上次相亲没成功。直到最近看到了马华马大哥的节目，刘大姐觉得好像自己的缘分要来了。我觉得他啊，有几点，一个是我喜欢他的这个个，我喜欢高个的，我不喜欢矮个的。嗯。然后呢，我看他在家切菜呀、啥的，那天见那两个女嘉宾，看他做的都挺好的。嗯。完了还挺笨拙的啊，然后还有点紧张那个样子，我都都看出来了。完我觉得我说我好像瞅得挺顺眼，嗯，就这么的。嗯，那咱们也得争取呀、啊。有的时候你真的那不说了吗？你要相中赶紧打电话。嗯，完了咱争取一把吧，打的电话。听刘大姐描述着对马大哥的喜欢，红娘打算带刘大姐见一见马大哥，看看俩人能否擦出啥爱的火花来。这个是刘玉杰刘大姐。啊，然后马华马大哥，你好，你好，啊，这个就是喜欢你的其中的一位大姐，啊，走吧，咱上楼，来坐吧，嗯，刘大姐，没发现大哥跟电视上有点变化吗？对对对，头发白了没染，这是本色，后悔了吧？后悔了吧？没有没有，没事儿，啊，头发无所谓，但是我这头发底下这俩都又黑了。黑白没事儿，挺好的，比那个电视看着还要亲切嘛。嗯嗯，就是瞅着这个人还是我想喜欢的那种吧，是我想要的那种吧。但是我对他印象还是不错。我爱人是就是属于突发心梗那种，就特别快。嗯，九年了，马上就九年，八月份九年了。这些年我就跟孩子在一起过。就孩子结婚三年，我都过三年了。嗯，你自己过多少年了？九六年开始。九六年到现在多少年了？二十五六年了。嗯嗯。大好时光哈，二十多年全那啥了，全自己独身了。也没荒废。也没荒废。嗯。不荒废。什么叫没荒废啊？就是也学了不少东西呗，也干了不少地方呗。我心没荒废，说中间我那啥了呢？在感情上呢？在感情上。那个都无所谓了，你知道吧？都开始都不想这些事儿。最理想的我是想找个丧偶，我不想找离婚。嗯。但是现在你们想，要人好的话，离了，要说我都问他离了多少年了？嗯嗯嗯。我二十多年，二十多年就没有啥来往。刘大姐说，其实一开始对马大哥离异这点呢，她还是有点在意的，但随着接触到马大哥后，她对马大哥的好感度已经大过了这些个小问题。收养多少流浪猫啊？我没有收养，就是在楼下，就在小区，完了然后在我家楼下，反正这么多年，我跟你说十二年了哈，十二年，就是我每天都给他们送粮。嗯。就天天的，一天不落的，每天就跟我一样送一盒，你也送啊？喜欢动物，喜欢猫，喜欢狗，但是我不养，哎、但是我不养，嗯，我不养啊。楼下那个，我也喜欢。对，我们家楼下那个有一个，他家小猫，我正给买肝儿、啊，你想买点肝儿给吃，买肝儿吃，我一张一晃呢，离老远嗖就跑了。那这一点还是有共同的哈，嗯、就这个，就是说，人说有那么个说法，说人就是喜欢有动物的人，都是比较善良的人。还行，不错。因为啥？从他说小猫、流浪猫、流浪狗，我喜欢，我也喜欢，我俩同感。对于喂养小动物的事儿啊，这俩人还挺同频的。随即，马大哥这热情主动劲儿上来了。那啥，楼下有瓜、有水果、还有葡萄，我去洗点去呗。行、啊、行，洗吧。是不是？那咱们去洗去呗。那行，那你俩一起洗。我就寻思这事儿，我得给你先请假。你俩一起洗去吧。啊、我去取呢。没洗呢，还是酒的？洗完酒了呀？我也不咋吃水果，就是你们来吧。啊、我先买的，买点啊，给你这儿。对，这瓜指定好，都好，这瓜相当的好，开元瓜，这瓜相当的好。你看谁吃啊、哦？咋说呢，大姐？哎呦，我就会买瓜啊，一看就好。太好了，这瓜味道都是甜的，是不是？没尝都知道是甜的。对呀、啊，这个不如那个。嗯，哎呦，大姐，你真是挺有生活常识啊！我吧，我最会买那个香瓜和木耳、啊、蘑菇，但是呢，不会买口红。嗯、啊，整不明白。我可以帮你介绍。
你会买口红？口红啊，玻尿酸啥的。不是，口红就这些化妆品，我还有点。玻尿酸我都不带手的。你给大姐讲讲。可以，我可以找朋友帮你买一个。哎呀，从旁边站着去，一个男人，这是一家人在这洗洗水果啊，做饭呢、啊，那种，这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，都是一个人哈。嗯，就是可能挺温暖的那种感觉。有温暖，有温暖，可是可但是，嗯，他现在没到一起呢嘛，到一起那多温暖呢，真到一起那时候，就你再来的时候，对不对？那你看。哎呀，小菊来了，来进屋来。嗯，姐给你洗点水果，那多温暖。互动洗水果，让两个人之间的感觉又近了一步。随即，刘大姐说出的一件事儿啊，又让马大哥心里一暖呐。那天咱俩通完电话，完你说的马大哥，嗯，现在就上趟吉林，然后现在隔离哈。当天晚上我就做梦，梦见全是他。而且真真亮亮的，你说就看了一次电视，他的模他的形象模样全都梦见了，然后我自己偷笑，没敢跟孩子学。做梦梦里头是马大哥啊，就是伟大的形象啊，啊，伟大的形象。啥故事情节？就是电视里啊，做梦嘛，梦见以后完了，然后就好像是熟人一样，就在一起是上哪儿去，然后有说有笑的啊，或者怎么的，就特别熟的那种。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人可能也是有缘分吧。嗯，完就走入梦中了吧。嗯，真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啊。在刘大姐的梦里，马大哥都出现过，而如今面对出现在自己面前的马大哥，刘大姐说啊，她更不能错过这个机会，于是主动开始表白了。咱们通过看节目，真的就是一眼我觉得这个人挺好的。那可能就是一种缘分，就是比较实在，傻乎乎的，综合所有的哈，就是就觉得这个人咱们可不可以处一处。反正今天在咱们红娘的这个给咱们搭这个桥，咱们今天见面了，反正我觉得你挺好的。有缘的话，你要是同意的话，咱们就处一处，看看别的能不能合得来，性格啥的。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，你俩就可以就是留个电话，留个微信，你俩尝试着行相处。那就行。